里面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嗯。叫了叫了，读起啊！哦，哎，里面很漂亮啊。里面还有很多古董哦，百年古董。看一下，这顶主树耶，看一下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就是耶。看一下，你去照，你那相机都好好去照。真的很漂亮。很漂亮。因为这种，因为在这种水头啊，如果说它没有修，就有一个原因，产权不清。农事产权不清，对对对。因为找不到主人的话，就算你想。盖都没用，哎，你叫政府不可能会帮你，没错，你一定要自己要先，先去解决这些问题，产权问题，哎，政府后续的才那个，哎，这个也很大，这一间很，哎呀，这个要大咯，哦，哎。拖开的九头个哇，大料、哦、一体成型哦，黑料五够大料。我就是觉得，哦，他这边真的嘞，哎、欸，真的他还有体力。哎呀、啊，那个九头料要大料，没有半对，有哦，买的人是有，可是买的老不老也是要半。我给你们看看，什么叫做九半。在布告栏就是有阿兵哥住过，阿兵哥做的这个水泥看就知道是阿兵哥做的，因为他的你看他的这个哦，这条石板，这条石板你跟我多少钱？这样子哦，这样子，这板几板？你看不要说差不多，那个运送费，这是六米，然后六米长。而且你看，它也是一体成型啊，它跟我们家一样，啊、我们家就是这样子。快一撩了，对，快一撩，你看这一撩就知道了。就想说怎么来就不容易。对，最近以前应该蛮发达。哎，一体成型啊！我哎嘛，就大气呀！你看那个，哎，雕刻有够大气，浮雕真的，哎，就大气耶！它是找不到的，一个挑高呢，哎，一个挑高的啊，直接就无彩。对，这是塌落了，我这可惜。有啥可惜？木雕好漂亮哦。这个如果可以修复，漆上那个金色哦，弹簧哦，真好，真好。我看哦，那个拍电影真香在于再来这边，哎呀，当取景的对吧？够注意。而且它的架构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真大金啦，大路啦，袂安尼细细安尼。我来的时阵有这间啊。啊，你来了有这间啊？哦。赶快来，你嘛是用石头的啊？哎，一般是用迄红砖吼，它的承受力比较不够，对，而且它的材质本身价值上就差很多。做这差就大了，对，迄茶迄个石头料，足水的啊，伊佫有雕像呐，系啊，真好耍。香莲因你敢有整理过？有嘿，啊只壳啊无整理过。哦，这若要整理起来，搁较顺用。嘿嘿嘿，因为伊这叶子较大根，大哦，比阮那较大根。啊，这个嘛是足可惜的，这个。找不到主人啊，这个嘛足可惜的。因为有啊，伊那个眼镜那是成功吼，过娶环保时眼镜过，对啊，都经过几啊代，他们不懂这些。哎呀，伊未爱来甲保存啦。你看这样呢，这外表这水的，讲内底讲变安尼。伊后路遐个雕刻嘛，拢足水的啊。它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些真的是真品嘞。哦，这现在是会使讲起来拢是高档级的。保留，保留，那赶快保留，那木雕刻那些都要保留。木雕刻那些啊，我真的是，搁加几年也无去啊。到时候真的。乱了了去啊。如果你没有，现在没有把它保留，到时候。